你烧了我的馒头了，你还想怎样啊？谢弟，幸好昨晚没有出什么事情。一大早那个变态就已经走了，也许没走呢，说不定啊，他这会儿还是在你家呢。哼，说不定你现在回去啊，你家都已经被搬空了。谁让你昨天不接电话的？谁知道你智商那么令人着急啊？小罗，你也太大意了，什么陌生人都敢往家里领，一旦遇上什么逃犯，先劫财再劫色，那怎么办？防身啊！哎，说，你在这儿想干嘛？说，你有什么企图啊？哎，什么玩意儿这么小啊？这院子都整理过了。是你打扫的吧？午饭准备好了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呀！哎，医生，好好吃啊！我以前吃的那都是什么玩意儿？这些才是真正的美食！哎，赶紧吃，赶紧。菜不会有问题吧？哎呀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这么好吃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别一惊一乍的啊，赶紧吃，赶紧吃，坐下来吃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能做这么一桌子美食的人，肯定不是什么坏人，对吧？喂，你既然不认识江医生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我没有说我认识江医生。哎，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不好好在家待着，跑我们小罗家住什么呀？我没有家。啊？那你的父母亲人呢？都去世了。朋友呢？我没有朋友。哎呀，这位兄弟，你脸上就写了一个字儿，惨。原来你那么可怜啊，我还以为你是骗财骗色的变态呢。这什么味道啊？没戏！小罗，你快来看你的电视。我的电视！你这个来路不明的变态，你对我家到底做了什么？我做了什么，你都看到了。哎，被你这么一说，你做的菜好吃是好吃，怎么回味起来有一股臭豆腐味啊？哎，你不会真的下了毒吧？我早跟你说了，让你别吃了。说，这饭菜里下了什么？我只是用了井水。井水？哪来的井啊？那边有一口白色的井。那边是厕所。难道是臭水马桶？
害人的东西，本来就不应该留着。哎呀，真是气死我了！这不是花，这是一摞摞人民币呀、啊！你们人类为了利益，什么都肯做。进度还真快，来，多吃点，别客气。爷爷，他有手可以自己啊，喏，您多吃点。什么话，没礼貌。小吴，你什么地方人啊？海那边的。哦，海那边是哪边呢？就是海那边的。那你家里还有谁呀、啊？无父无母，孤家寡人。那就是个孤儿喽。你做什么工作的？什么都做。什么都做，那就是没有固定工作了。他有固定工作呀，他现在每天帮我洗衣服、做饭、铺床单啊。他还要靠你生活？对啊，他欠了我好多债没还，所以替我干活还债啊。还欠你钱？这不摆明着是个吃软饭的吗？软饭？清真饭不软啊？我要铁饭。我家上有老下有小，穷得揭不开锅。两位英雄是不是绑错人了？少废话，绑的就是你。这两个人太累赘，要我看先咔嚓一个。听见了吗你们？啊，我们老大说了，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，你们自己决定先杀谁。没想到先经不住考验的是小罗呀。胡说，我家教养很好的，小罗不是这样的人。你再想想爱情的伟大，他可是你心爱的男人哦。我不管以前是什么人，现在他在我眼里就是个死人，杀了他。你闭嘴，换你说，你们两个我们要先杀哪一个？就照他说的做吧。那个小伙子，这可是真心换绝情啊！他这样对你，你还肯为他死啊？是。恩公啊，吴君兰，你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，以后每逢初一十五我一定会给你烧香的。好了别好了，丢人呢。不光烧香，我还给你烧大别墅、大奔驰、大美女，一定会让你在那边过好日子。有警察。吴君兰，你快跑。他来这干什么？你出去以后赶紧找人来救我，别把我忘了。